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这件事要该怎么跟易峰说，他才比较不会难过。哎，小林，小林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有点心不在焉的？易峰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可是我怕你会难过。我会很难过。你都这么熟了，什么话直接说就好了。就是我昨天在打工的时候，在店里面看到小米跟 Chris 一起出现。小米跟 Chris？ 嗯。哎呀，这没什么啦。你也知道 Chris 是我表弟嘛。小米的话是我请他去帮我照顾一下我表弟，所以 OK 的，没问题。可是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哎，我还看到他们两个抱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最近打工太累了，看错了啦。哇，对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打算去弹吉他，要不然钱都快筹不齐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我们再聊。那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？